为各位带来三首歌，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美丽的早晨，然后先欣赏个音乐，等一下会有非常精彩的节目，请大家期待，谢谢。那我现在先为大家带来第一首英文老歌，经典老歌 You Are My Sunshine， 你是我的阳光。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.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. You never know, dear, how much I love you. In sunshine.
天大家拢足辛苦的，坐伫遮，所以我要唱一首《感谢你的爱》。前阵子去美国，阿回讲
一个啊，你去美国参加什么活动？去美国参加一个福尔摩沙基金会所举办的一个培训营啊。啊，这个培训的目的呢，其实就要去美国哈，甲美国人、美国的议员，甲因讲台湾有偌重要，台湾的人民就爱惜家己的国家，因为咱的政府即卖拢一直往中国遐出去，所以呢，阮想要甲伊讲，伫台湾的人民啊，阮遮的少年人员，阮去的拢是大学生啊，有的差不多研究所毕业尔，啊，拢去的，拢甲阮拢去国会殿堂，甲国会议员讲，台湾有偌重要，啊，中国是安怎用武器对准咱台湾的土地，这是阮的国家，阮想要甲伊讲，阮就爱阮家己的国家，所以阮想要去伫国会内底呢，争取一寡法案啦。啊，阮就是在学生呢，啊，因为这个基金会举办这个培训营，所以去美国啊，做两礼拜半个月的一个训练营，啊，去遐甲美国的议员对谈，啊嘛发现讲，足侪美国人其实足关心台湾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卖放弃，啊，阮这少年人会继续努力打拼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是非常优秀哈。那也希望说大家真的能够好好去支持于燕团队哈，于燕团队真的看到台湾的希望。刚刚吴国栋哦，国栋大哥你台下就看着若芳，对了，看着亮君在唱歌，说哦，你看我多迷他呀，迷死了，迷死了，公迷死了啦。其实哦，真的看到亮君哦，你有喜欢台湾人，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棒哈。但是各位，现在有两个台北市政府来对年轻人哦，恐怕不一样哦。哪两个？一个叫陈志胜，少年家考上高考，台大毕业呢，要修呢，结果现在想考几对，考你台北看守所。另外一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？叫林千文，因为一看到讲伊长官贪腐，对不？伊讲讲袂使，袂使，结果叫长官追杀，调到中央机关去，还说这个人要给他打平等，你看我考。两个有抱负、有理想的年轻人进入台北市政府，一个人去考起，一个是现在爱吊子还被追杀，台北市政府正讲是蛇鼠一窝。这是什么市政府啊？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们没办法把郝龙斌把他拉下马，没办法把国民党从台北市政府把他拉下马，都是在像台湾年轻人进入台北市政府啊，过来去拱乖啊，不爱造这款情况会越来越严重，你讲对不对啊？对。所以看到亮君呐，恭喜仔，看到台亮君看到台湾的希望，但是。恭喜台，我们一棒接一棒，我们要让台湾更好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多谢大家，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天气，能够来出席于燕的后援会，包括我们非常多来自于这个迪化街后援会、大道城的后援会都来，真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